典巨资火锅。巨资火锅吃完了，我今天已经点最不辣了，就是比微微辣还更不辣，但是已经还是很辣。我吃得很满足，我很刚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要，我们要去虫洞看四喜丸子。我们这一趟来重庆，最最重要的、最最核心的，就是要来重庆动物园看熊猫。虫洞的招牌鱼爱本猫，快乐三缺一。熊猫看完了，鱼的规模是挺大的。我们现在要去好吃街找好吃的，不知道好吃街里面好吃的，找这个问题。成都，好，第一站呢要去三星堆。天还没亮，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了。我们要去看肉肉和奥利奥，走走。5点多起床，到这已经8点。没关系，为了我的肉肉，不管我几点起来都是值得。Go go go。太陡了，你还好吗？现在要去看小熊猫，但走这个登山道也太陡了吧。 Let's go。
走。走。终于有一天早上是正常的了。来这边一定要买花花。哎，还挺好的，还挺好的。啊，来吧。哇，这个要带到会下雪的地方，很暖和。比较大的用快递寄回去，然后喜欢的呢先背身上。我的是小熊猫，我的是大熊猫。这个它能放什么呢？手机。我连手机可能都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什么感觉？我有，我也是台版，但是便宜很多，这个贵了。吃饭了，吃完。哦，那我们要在里面吃饭。走啊，这边有火锅。可以啊。哦吼。热排。你猜前面几桌？你猜一个数。二十。七十一。特别香，看上去很辣，但是特别香，不会辣，我能接受。嗯，前面看看。我要去碰运气，看能不能看到花花。我看着。我们本来已经买了观光车的票，要坐观光车直接进去，结果观光车等了很久哈，才来一部车啊，就是要等很久。我们决定步行吧。在熊猫基地园跑一公里。我们从那已经走到这了。恭喜你看到了二狗。我看到了二狗了，他现在在那边睡觉。对，睡得可香。二狗，然后我这个壳上面呢是他的妈妈，小狗，小狗。其实我最想看的是小狗，但是小狗不在。我看到二狗我也很开心，二狗就是我最喜欢的韭菜花叶组合里面的菜种。毛豆，毛豆在睡觉。豆豆醒醒啊，豆豆！最后250米的时候，保安说：“你们现在去看花花是看不到的，4:30就下班了。”现在是23分了，我也没，那有收猫啊。拜拜。